简冰，嚯，拍了不少片子呢。啊，哟，还拿过奖呢。那他哪天有时间啊，别在公司聊聊吧。行，我跟他说一声。您看您哪天有空啊？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咱老板明天好像要出差，要不咱们改下周吧。哟，换好像就今天有空了呢。那他下午有没有时间啊？我问问他，我现在就问。哟，又回来给我做午饭来了。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我估计你在忙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上午跟你说那口红的案子？我这记性得多差呀，你早上刚跟我说完，我现在就忘了。我跟我老板极力推荐你，他说他想见你，但他只有今天下午有时间。金老师，你能不能抽空今儿下午去我公司一趟啊？拜托了，简导，我靠你救命了。也不是不行，实在是太着急了，我得准备点东西，你回公司等我吧。你答应了？啊，赶紧走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我行，那我回公司等你啊。五点之前，五点就走了。拜拜。